launch 呢個 product 咧，就係唔係淨係做 baby 啦，就係、是我可以檢測到自己有冇一啲隱性嘅即係患病嘅可能啦。咁誒，同埋我認識多啲個身體咧，我需要吸收乜嘢營養啦，缺乏啲咩營養啦咁。咁其實都幾有用，我就即刻就叫我屋企人都一齊試咯。咁啊，試咗未？有結果未啊？哦，咁我冇乜嚴重嘅隱性疾病嘅，即係例如 cancer 啊，或者嚴重疾病咧，我都係叫做咩 negative 嘅。咁我先生同我個女咧就有幾項咯，但係有可能嘅啫，係啊，但係唔代表有㗎，係有可能啊，咁咪唔好講啦，講得有即係譬如有可能性咯，係啊，嚴唔嚴重啲？我諗呢一個係家庭嘅 DNA 遺傳，係啦，但係嚴唔嚴重㗎？唔代表佢有啊，係有機會，係啦，即係有機會啫，有假設但係冇得假設嘅。不過我覺得做咗一個報告就等你更加認識住，係啦，有多啲預防，我可以係啊，可以更加預防。真係真正咁樣 check 下，佢有 check 做咗呢一個 test 咯。咁其實原來佢都知嘅，因為佢家族本身都有一啲成員係曾經有一個咁樣嘅疾病咁，咁所以佢都有可能咯。咁但係我哋嘅飲食啊，所有都其實都好健康嘅，咁所以我哋整體嚟講其實都放心嘅，放心。你最怕揾咩病？其實病咧都唔係神奇嘅地方喎，俾咗兩分鐘我。好辦法，最神奇係啦，最神奇嘅地方係咧，佢可以驗到咧，我哋有乜嘢特長，即係原來我個女嘅特長咧係跳舞同埋唱歌咯。咪似你咯，佢係啊，驗到佢嘅特長係跳舞同唱歌同埋語言咯。係啊，咁咪叻過你咯。我望都係咁望啦。這個不用驗啊，目測都有的。長腿的，即是他說是不是有長腿？阿妹現在很高的，很高的，他現在好像一個七歲的小朋友那麼高。我現在四歲。所以但是最重要是知道他整體來說 都健康咯。那你測到他那些特長呢，那他本身你見他是不是都是真的有這些天分？他很喜歡唱歌跳舞，這是很正確的。還有仲可以測到你嘅耐力啊！咁咧，我係一個戰士嚟嘅，我個耐力程，我個即係我嘅叫咩啊？抗壓嘅程度咯，抗壓啊！嘅程度咧，我係屬於戰士級嘅。咁所以我諗可能做呢一行訓練有數啊！即係你係叻嗰只啦，睇得出嚟。唔係，我諗呢一行都需要一啲抗壓嘅，即係一啲嘅DNA 嘅。